间这一瓶汨罗木，汨罗木其实叫做南非凤凰草，它是后来被人类发现数十亿年都枯在那边，感觉它已经挂了，然后就没想到给它一滴水而已，它24小时内它就复活了。科学家就去发现说，这汨罗木里面它有一个机制，就是它可以把水分保存得很好，所以后来就有各大大厂牌都用汨罗木来做这个精华，因为它非常的锁水，所以只要你的肌肤有水分，它就不会容易老化，它就会有弹性，分子很细，所以它很快就吸收了。干性肌肤必须拥有。然后因为复活草里面有很丰富的奎宁酸，它是比我们一般认识的那些植酸的水的分子还要细，大概5000多倍，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水分啾啾啾啾啾很快就吸收了，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肌肤会变柔软，就是它有水分又有那种 Q 弹的感觉。你只要发现你有细纹，拜托你保湿真的赶紧做起来。没错，好了，今天分享这一瓶汨罗木精华给大家。如果你还不知道古堡其实有出非常多很棒的保养品，那今天就是推荐这王牌给你，除了这一瓶还有这一瓶